点牛呢？为何真感情？我不是跟你讲过，自从你昏睡不起，每年我拢记得这个时候过来祭拜。虽然好似低落，但我也是想睡，多谢你。真要睡下，那我可能会讲到嘴巴嘛讲不完。历史中有如一阵风，但我从来也无想捉住你。如何了吗？少年的啊，这么不如何？你为什么要清算？无吗？哎呦，我老母老，那如何天甲大日头啊？我也分得清楚哩。原来我早就听了，这一支伞藏在这，你唔惊被人提走？我只想惊被人提走的物件太多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什么唔带走？因为我太懦弱。为什么？懦弱的人才不敢带走人情，也因为如此，才可以遭受许多生死折磨。到头来，我就是最苦的人。我相信伊未婚的，就是这样，才将我惊魂自己。是我太无耻，不该做这张收死人活我的梦，到最后依旧只是一张梦。你的人生也真长，卖放在心上，来一杯凉水吧。原来在这个附近，李凉水阿伯是，伊是我的看守，顶礼拜也当面离开了。你比凶凶啊！当你比这边输了，我哩不一定较幸福。我宁可以暗想走，也不愿意始终挣扎在生死边缘，受病痛折磨。下面救你的心是无错，又何必阻止？你真正该原谅人是你自己。我又开始哭了。